主播嘉宾是我们的足球解说顾问孟洪涛老师。孟老师您好。你好，大家好。随着张雷的一声哨响，双方的这场比赛现在是正式的拉开战幕。比赛确实他在中场的时候用有张修为啊，李洪博这球直接打进去，头球攻门球进了。比赛进行了不到三分钟，这是中卫二号任航接到了队友尹洪博开出的角球之后，在后点力压对方的防守球员起跳之后头球攻门，将皮球砸进了球门。应该说中国队开局的这个抢攻打得非常的不错，前三分钟不到的时间里形成了至少三次有威胁的进攻，并且利用这个角球的机会直接取得了进球。那你光听这些名字你就能感觉到这是一支什么样的球队。中队在禁区内有机会直接起脚打门，皮球发生了一个折射之后被对方的门将十六号德伊托拿到。詹姆斯把球交给身前的队友，这是马努埃尔奥特，两人在禁区前沿的配合转身形成打门，这脚球危险呐。比赛打到了18分钟，这是菲律宾队通过中场拿球层层向前推进的配合。王永珀这边上来了，尹洪博套边过来传中球找肖智，头球攻门球进了。比赛打到第25分钟，这是尹洪博边路插场之后接到了队友的传球，直接送出了一个45度角的传中，高空轰炸。这个肖智是最在行的东西，没错。而且呢现在刚才那个球很明显他的中卫啊，这确实是防高球不行，两个边后卫这场比赛他打得一般。呦，危险，呦，这个球中队门将王大雷及时出击，危险，这个球还是被对方的九号巴哈多兰补进了球网。比赛打到33分钟，长的突然后场掉了一长的，王大雷这个球你说出的还是确实有点冒失，对吧？因为这个球是对方拿进他的身，这很多年水平。好的，中队这次进攻配合打得不错，但是最后向中间的这一下输送没有能够做到尽善尽美，还有机会。王永珀在禁区内转过身来，于汉超打门球进了。44分钟，中队这边将场上的比分变成了3-1。但是他现在禁区内的防守还是不是特别好。再看啊，这一下实际上尹洪博第一下的时候就是想一个倒三角的传球呢去找王永珀，但是呢球送的力量稍微的弱了一点，王永珀把这球成功护住之后转过来再给点球点附近的于汉超，对方的防线在这个时候就已经被扯开了。时候呢郝俊明往回收，然后呢站住任航和王申超中间的这个防守位置，把邓涵文和姜志鹏都推上去。好的，邓涵文加速超车给门前，张玉宁头球轻轻一蹭，这球弹地之后出了远端的底，直飞球，中队边路的进攻横传有机会打门球进了。这是东边不亮西边亮，54分钟，王永珀接到了队友的右路传球之后，在门前将皮球送进了球网。两个边路的进攻力度大，传中球多了，而且这种传中球呢就不打头点了。邓涵文这个球送的很有穿透力，而且也是非常的精准，垫不利而有利。好的，中队这边机会又来了，横向的给过去，还有再打球又进了。这是八号尹洪博。比赛进行到第56分钟的时候，尹洪博再入一球，比压制的中间刚才这个配合很棒。对，这其实也是球迷们在下半时的比赛当中所乐于看到。赢波给吴磊这一下是吧，球进了。比赛进行到第68分钟，就让这些球员的脑子里始终刻了这根弦。这张玉宁摆的也很好是吧，摆的这一下对方就有点反应不及了。二点再看啊，头球摆过来，张稀哲这个球后撤步闪开对方的防守，现在两个边路反复的在拉扯对方的防线，球进了。哦，比赛打到第72分钟，邓涵文，我觉得跟张英路很像，就是他边后卫边前卫他其实打都没问题，身体条件确实很出色，往返的奔跑也还可以。他是一个左脚吗？邓涵文右脚，但是两个脚还是打得非常的均衡。就这脚球，左脚打这脚球太刁了，没人呢，禁区内没人，这球处理好了再过一下都有机会。小船禁区内凌空打门，来自于高林。
球老在前场，你所以你后卫线就踏实了。你老让他像上半身那样在你的后卫线跟前晃。邓涵文再打一脚，球漏进了。啊，这是右脚打的吧？九十分钟，邓涵文在这场比赛当中独中两元，将场上的比分现在变成了8-1。邓涵文这就闪开角度，右脚直接打门了。今天啊，这两脚打门，左右脚都先后完成，而且都是打得很刁脚啊。外围直接的一脚远射啊，这球打高了，也不能打7-1啊，不然不给斯克拉里上眼药，实际上就没必要补时了，对吧？九十分钟8-1吹哨完了。三分钟的伤停补时结束，中国队最终在这场热身赛的比赛当中，8-1的比分击败了菲律宾队。